的身体为此发挥一切众生请转妙法轮教导我们如何了生脱死离苦得乐速证无生。你是沙门，你能这样子慈亲出家实心打本解无为法，才可以构上一个沙门的名字。这沙门呢是梵语，翻译过来叫勤洗，就是勤修戒定慧，洗灭贪嗔痴。阿们出家了之后，不要勤修贪嗔痴，洗灭戒定慧，一天比一天没有智慧，一天比一天愚痴，这叫勤修怎么样贪，勤修怎么样嗔，勤修怎么样吃，天天呢，对吧？对这个贪嗔痴是啊，放不下，戒定慧呢拿不起来，研究怎么样的修行，怎么样持戒，怎么样修定，怎么样修慧，不管他。自己天天这个烦恼一天比一天多，这是什么原因？这就是啊，自己前生这个业障太重了，你那个业报啊太重，追着你叫你不发菩提心，叫你呀净看人家的不对，一天到晚总是觉得我自己比谁都好，甚至比我师父都好，我师父都不如我了，你看我有多本领，可以说是啊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了，这样子啊，这一定会堕落。我很多次看见的出家人合掌都不会，连合一个掌都是乱七八糟的，这合掌必须要我当胸，你这个人的合掌合到眼睛那地方去了，这合掌要啊合十，怎么合掌当胸，没有一个人合掌合着这个样子，这叫个什么？出家这么多年连一个合掌都不会，叩头也不会，上支香也不会，真是可怜的。你就自己不会，你要看看人家那个老参，这合掌怎么样合法，讲那个沙弥律都是讲过，说这个手指头啊不要插到鼻孔里头，为什么手指头会插到鼻孔里啊？就因为你合掌合得太高了，这个手指头啊可以够到鼻子，这个合掌是合掌当胸，不是当口，不是当鼻，也不是当眼睛，合着掌，在胸前。那么这一点都不明白，你说呢？其余的怎么可以修道呢？修道更不明白，修道啊最不能马马虎虎的，马虎一点也就不成功的，差之丝毫就谬之千里。这个沙门
常行二百五十戒。这个常行啊，就是啊，常常啊，依这个戒来修行，不犯戒。那么这是啊，增长这个你的戒消。今止清净，静就是向前去做去，止就是啊停止。不论你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都要清净啊，不要有染物法。为四真道横，四真道横啊，也就是这个苦寂灭道这四谛法，四谛法这叫四真道横啊，就是啊勤修四谛法成恶罗汉，那么成就这个恶罗汉果。恶罗汉啊也叫阿拉汉，阿拉汉呢是梵语，翻译成中文呢有三个意思，因为它有三个意思是多含不翻，所以啊就保留这个阿拉汉的音，保留这个音，这叫翻字不翻音。字翻译成汉字，音呢还是保留这个梵语的音。而翻译过来这个三个意思啊，第一就杀贼，恶罗汉是很厉害啊，你哪个地方要有土匪呀、啊、他就去杀土匪去。他们说他是不是犯戒了呢？一定犯戒的。那么这个杀贼呀、啊，不是到杀外边的贼，是杀里边的烦恼贼。这个外边的贼呀、啊，怎么会有贼？就因为里边有烦恼贼，有贪嗔痴这个贼，啊，有啊贪心，这是个贼；有嗔心，这是个贼；有痴心，这是个贼。那么要把这个贼杀了他。嗯，这第一是杀贼，第二呢叫应供，应该受人天的供养。你呀，人要是供养恶罗汉呢，供养正果的恶罗汉，开悟的圣人，你供养他，那是得福无量无边的，没有法子计算的。第二啊叫因供，在这个因地的比丘的时候，比丘啊是个阿罗汉的因，阿罗汉是比丘的果，在因中叫破阿，果上呢就叫杀贼，因中呢叫七世，果上呢就叫因供。那么因中啊叫不魔，果上呢叫无生。怎么叫无生呢？就是了生死，没有生死的这苦了。可是他了的是这个分段生死，变异生死他还没有了呢。所以啊这成恶罗汉，你能以修二百五十戒，能以禁止清净啊，这就是啊成就你的定晓。修四真道横，这成就你的慧晓，这戒定慧啊修成了，贪嗔痴破了，破贪嗔痴了，所以证阿罗汉果。阿罗汉呢有四种阿罗汉，初果阿罗汉，二果阿罗汉，三果阿罗汉，四果阿罗汉，证得四果阿罗汉，这样才正式了生死的。阿罗汉者，能飞行变化，况且寿命。
助动天地。怎么叫阿罗汉呢？刚才说的这个四果阿罗汉，到这个阿罗汉的位置上啊，这叫无小位。前面那三果呀都叫有小位。那么这个阿罗汉呢又叫正道位，他正得这个四果阿罗汉，叫正道位。前边二果和三果叫修道位，他那个地位啊是修道。初果呢叫见道位。这个初果到三果这也叫有小位，四果呢这是无小位，不需要小了。在这个四十二章经后边说，慎勿信信汝意，汝意不可信。你呀，特别要小心，不要相信你自己的意念。你自己的意念呢，不可以相信的。正四果阿罗汉，乃可信汝意。你什么时候证得四果了，那时候啊才可以相信你自己的意思。证得四果阿罗汉的圣人，他呀没有这个欲爱了，欲爱都断了。有什么证明他证得四果？因为四果的圣人，他走路的时候脚不沾地，那么离开地呀总有三分那么高，因为啊这样子他还才不会呀把虫蚁踩死。他不像我们人走路啊，有虫子有蚂蚁就可以踩死，他踩不死的。那么由这上证明啊他是正果。不单正四果能这样，正初果就能这样。所以说能飞行变化，这个四果阿罗汉的人呢，他能以愿意到什么地方去就可以到什么地方去了，又能变化无穷。所以我在台湾呢那个广钦老修行我叫他到美国来，他就直指他的心，说他随时都可以来的那么来呀是可以来，他自己知道他来了，旁人还没有知道他来除非呀开眼的人会看见他来了。可是啊正思果阿罗汉不单这个精神能以到任何的地方去，就这个肉体也可以去，随便可以去不需要买飞机票就可以在虚空里头旅行。所以能飞行变化，变化就是由这个阿罗汉有十八变这种变化都不可思议。旷劫寿命，旷劫就是这个长远的劫，长远的劫也就是无量劫。
那么恶罗汉呢，他证得四果恶罗汉了，愿意活多久都可以，没有问题的。他这个身体坏了，实在老了，他又可以换一个身体。他换身体也很容易的，那么所以叫旷劫寿命。嗯，证得四果恶罗汉的人，那时候是生死自由了，真正得到自由了，愿意活着就活着，愿意死什么时候都可以死，愿意站着死就站着死，愿意坐着死就坐着死，愿意走路死就走路死，愿意睡觉死就睡觉死啊，随便啊，很自由的，没有任何人能管得了他了。所以啊，旷劫寿命，所以叫无生。什么叫无生？也就是这个道理，无生，无灭了，不生不灭了。助动天地，这恶罗汉呢，他所住的地方，这个无论天神地奇啊，都受他的感动，都受他的教化，这叫助动天地。他住在什么地方啊，都是天龙八部常来护法他啊。要有一个恶罗汉在这个地方上一住啊，那个地方啊就很平安了，没有狂风暴雨啊，地震山崩海裂啊，海啸，这种种的灾难都没有了。因为这个护法善神时时的拥护他啊，那么令他一切都得到吉祥。但是有的时候啊，也有的不是事情不吉祥，那么这都是啊一种业感所限，偶尔的有这个情形。因为啊在阴地修行啊不圆满，在果地的时候啊就会受到啊一种磨难。所以说修福不修慧，向身挂璎珞，修慧不修福，罗汉应共薄啊。有的时候这个罗汉也没有饭吃，化缘呢去乞食啊，没有人供养。这就因为在阴地的时候啊，他只知道修慧不知道修福，所以正阿罗汉果啊还没有福报，很少人供养。助动天地，又有一个说法说这个阿罗汉呢，他一行一动啊，无论他做什么啊，天地都为之震动，天地啊震动了。那么前边呢，这是恶罗汉的简单的解释。阿那含，阿那含者，寿终灵神上十九天，证阿罗汉。这个恶罗汉他证得无小位，这个阿那含呢，他是有小位，
有小问呀、啊，在这个前面这个二果呀、啊，他断了欲界六品的思悔，还有三品呢思悔没有断，这个阿那含呢，他把这个欲界的三品思悔都断了，所以呀、啊，就证阿罗汉果。没断这三品的思悔，就是啊，斯陀含、阿那含呢，他的寿命终了的时候，灵神上升。上十九天，他这个生死没有了，所以呀、啊，寿命终的时候，他这个灵性呢，就是他那个中阴身，这个灵神呢，啊，做鬼就叫中阴身，啊，要是属阳就叫灵神。也就是那个灵魂，也就是那个灵性，上十九天，从四王天呢赎上去，赎到无凡天，这无凡天呢就超过十九天，他在这个十九天呢那个天上证阿罗汉果，证阿罗汉果，所以呀、啊，他的名字又叫不来果，不来了。不到啊人间来了，这是啊这个阿罗汉的这个三果阿罗汉。刚才听到说阿罗汉住的地方啊就没有一切的灾难，那么生出一种怀疑了，那么你怀疑这个阿罗汉住的地方是不会平安的，这个呢我不答复你，我现在呀举出中国这个虚云老和尚，他一生的这种感应，他在南华寺住的时候，日本用飞机呀、啊，在那儿，这炸弹放下几个都不响，没有爆炸。那么说这是碰上了，就是碰上，你也要碰上啊。那么你要碰不上，那又怎么讲呢？啊，所谓碰上啊，就是恰恰遇到那个炸弹呢，不会爆炸，是这么样子的意思。但是旁人怎么没有碰上啊？怎么单单南华寺那儿碰上？还有虚云老和尚在云南呢云栖寺传戒的时候，那个树上啊都开莲花啊，那么他没有到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怎么没有开莲花呢？那个菜叶上都现出一个佛像来，啊，草叶、菜叶上每一个都现出佛像来，这种呢，感应力量人还不认识，啊，还以为呀，这是一时的这个吉祥祥瑞，啊，虚老。在南华寺那个几百年的死在那个柏树，他又活了，又生出了这个树的枝桠来，这都是啊一种不可思议的境界，好像那个白狐狸他也来皈依，一切一切的
这是不可思议的这种情形。不过当时呢啊，一般人还都不太认识，徐老过去了，现在圆寂了，谁人人都赞叹，人人都说徐老啊，是圣人，是正果的圣人，是菩萨再来，人呢就是这样子，对面就会错过去，错过去又会后悔了，人家是这么样的一种奇怪的动物，愚痴的动物。那么现在呀，我在这个美国，我要啊造活佛，造活菩萨，造活恶罗汉，造阿那含，造斯陀含，造须陀洹，谁要是能以去欲断爱，谁就有份的；谁要不能去欲断爱，还是一点出息都没有，那就没有办法。所以啊，一切唯心造。人呢，你愿意做鬼就做鬼，愿意做佛就做佛，愿意做人就做人，愿意做畜生就做畜生，看你的心往哪一条路上走。那么这个十法界这一本书，你们不要把它看得那么简单，将来在一千年以后啊，或者有很多人呢会看这个书来开悟的，那么这是将来的事情。那么现在我们谁开悟不开悟不知道的。四陀含，四陀含者，一上一环，即得阿罗汉，此为须陀洹。须陀洹者，七死七生，变成阿罗汉。爱欲断者，如四肢断，不服用之。这个二果的圣人叫斯陀含，斯陀含呢是梵语，翻译过来呢叫依来，依来果，这是修道位上的圣人。什么叫依来呢？他依来天上，依来人间，所以叫一上一环。一上就上到这个天上，那么他断了这个欲界的六品思毁。什么叫思毁呢？这思就是思想，也就是分别。那么单单的思啊，没有一个悔字，那么思想有啊清净的，你用那个智慧来分别，
这个不叫思悔，思悔就是迷了，不明白了，不明白呀，就想这个不明白的事情，好像这个遍计止性。你见着一条绳挽紧，你就啊想了，因为你不认识它啊、哦，这是原来这是一条蛇，遍计止性。那么，咱们你想这一条绳就是啊，蛇呢？你因为一到这条绳啊，就有遍计止性，那这个绳啊，就依它起性。你把这个绳拆开了，这个绳本来是麻，不是蛇，那么原成实性。这个思悔，欲界有九品思悔，在三国呀。断了欲界这三品的思悔，二果呢他断欲界的六品思悔，他断这个六品的思悔就证了阿罗汉果，要不断这个六品的思悔呢就不能证这个二果，所以叫依来果啊，依到这个欲界天，依来人间，怎么样子呢？这叫依来果。等依来，他证罗汉果了，了生死了。那么其余就是出果。出果阿罗汉，次为啊须陀洹。这须陀洹呢也是梵语，翻译过来呢就叫入流，也叫欲流，也叫逆流。入流也就是啊说的入圣人的法性流，逆凡夫的六尘流，六尘色声香味触法，六尘证了出果，断这个见悔。咱们人呢一个见悔一个思悔，见也迷悔思也迷悔，这两种悔就把人呢支配的糊涂了。所以你要想真正开悟，就要把这两种悔断了，见悔也要断，思悔也要断，毕竟起贪爱，这叫见悔；迷离起分别，这叫思悔。见，你看见了，看见就被这个物所迷了，被这个事物所迷了。被他迷就随这个境界转了，随境界转就生出一种贪心来，生出一种爱心来。贪，你生出贪心就有所执着，你生出一种爱心就放不下啊，执着你放不下，这就不能呢
正胜果。你想正胜果，就啊要把这个坚毁断了它。坚毁有多少呢？有88品那么多。坚毁能把这个坚毁断了，这正出果。须陀洹，须陀洹这出果的圣人，怎么又叫预留呢？预就是啊参加了，也就是啊得到的意思。预留啊，得遇圣留了啊，得遇圣留就是啊和这个圣人呢在一起了，这叫遇留。那么在这个正出国的圣人，还有啊期盼生死，这个期盼生死了了，然后才能证这个四果阿罗汉，到这个生死了了这种地步。那么期盼生死，这是说的由这个你到了个欲界上上品，愿愿呢这个贪嗔痴慢，贪嗔痴慢愿愿而断，断了在这个时候啊，能这个了了二生的这个生死，在这个欲界上上品呢，的时候，你等欲界上中品，那个时候有一番的生死。了一番的生死，欲界的上下品又能了一番的生死，在这个欲界上中品的时候也能了一番的生死，在欲界这个中品中下品的时候能了一番生死，在这个欲界下上品下中品下下品这个通通的了一番生死，所以啊叫七番生死。这七番生死聊了，然后啊才证得阿罗汉果。这个证了阿罗汉果生死聊了，这个分段生死聊了，这是啊按照这个很自然的道理来讲，要是特别的情形，有特别的人修行呢，那又不一定的，这都是不一定的。特别的根器，修行呢，回头又出果，就证得四果了，那么鸠摩罗什的母亲。又出果正二果，那么这个正果和不正果三界这个见思啊，虽然有那么多品，有那么多的种类，总而言之
最令人颠倒的就是一个爱和一个欲。这个爱和欲把所有的人都支配的颠颠倒倒啊，明明知道他不对还要去做去，明明知道他不对呢还要去做去，明明知道他对呢还不要去做去啊。这个人就是这么一个奇怪的动物啊，明明知道不好，没人叫他去做，叫你不要做那个啊，他一定要做。明明知道好啊，叫你那么样做他还不那么样做啊，总是不听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爱欲两个字把人呢支配的颠颠倒倒。所以你要能把爱欲断了，那一定会成道业的。那么现在呀，所以这个文生啊才说这个爱欲断呢就像断人这个四肢似的，不服用之。你断这个爱，断这个欲，就像啊断这个手啊和脚似的，把手脚都剁去了，不能再用了。你这个爱欲断了呢，也像应该像这样，好像断手足啊一样，不能再用了。所以才说，这个经文上才说，这个须陀洹呢，七死七生，变得阿罗汉果。爱欲断者，你这个爱和欲断。入断入四指断，就好像手脚啊被割断了，不服用之，不能再用了。你要有这样的决断心，不是怎么样子当断不断，当断不断必受其滥。你想要断又不断，不断又要断，这是叫人柔寡断。人柔寡断就没有一定的智慧，没有真正的智慧，所以呢就是当断不断的这个样子。好像女人似的什么事情想这样子又不这样子，不想这样子又想这样子，怎么一点主意也没有，一点宗旨也没有，这是对于修道上是很不相应的。那么修道的人呢应该要有这个顶天立地的志气，斩钉截铁的那样的决心，才可以修得到呢。佛言出家沙门者，断欲去哀，十字心愿达佛身理，物无为法，内无所得，外无所求，心不计刀，一步解业，无念无作，非修非正，不利诸位，而自从罪，名之为道。佛言，佛又说了，这是第二章。这个沙门呢所证的果是无修无证的。出家沙门者，说是啊出这个三界家做一个沙门的这样人，要怎么样的呢？要断欲。前边说欲爱断者，好像断这个四指似的，不服用之。所以啊，
这个断欲去爱了，爱也没有了。这时候你识字心远，你认识自己的这心的本体了。你认识自己的心的本体，达佛真理，明白呀，这个佛的这个最深的这种理，无为法。佛最深那种理呀，是无为而无不为的，是无为法。内无所得，你呀要往自己来讲啊，无所得，无智你无得，外无所求，向外呢也无所求了。内无所得，这是无为法，外无所求，这也是无为法啊。所谓知识少失烦恼少，道无求处便无忧啊。你这个内无所得，外无所求，到这种境界上，是啊，心不计道，你这个心呢，也不一定啊，说是啊要修道，啊，总是在这个修道上，一不结业，但是可以不造业，啊，也不造一些个恶业，啊，这时候呢，无念无作，你没有一切的妄念了。只有一个正念啊，所以啊，一个妄念也没有了，这叫无念。那么一点的这个虚妄的行为也没有了，这叫无为啊，无作非修。那么这时候啊，所作已办，那么修已经到极点了，所以啊，无可修了，修可修，这是非修。正无可正，已经啊得到这个道的本体，那么已经啊正果了，不利诸位，不需要啊由这个出啊实住实横实回向实地呀、啊、这一切的位置啊不必经历，那么赫然间呢就超越了，超过这一切的这个位置。而自从罪，而自己呀、啊，这种的果位呀、啊，可是很崇高的，很高的，名之为道。什么呢？这就是啊，已得道的沙门，是这样子。佛言：一出虚法而为沙门，受道法者，去世之财，七求取足。世中一时，树下一许，甚无在矣。使人愚蔽者，爱于欲也。这是这四十二章的第三章，赞叹这个头陀的圣横。你能行这个头陀这种殊胜的横，才能啊证道果。这佛说的话，佛说了，说什么呢？说剃除虚法，说这个出家人呢把这个虚也剃去了，把这个头发也剃去了，而为沙门，而作为一个沙门，就是出家人，受道法者，受道啊就是啊修道的这个人要啊把这个道受之于心的，把这个法也修修这个法的，修这个道法的，这样人要去世之财，要把这个世间的财呀、啊、都不要了。所以啊，我们这儿有几个出家人呢，吃银钱戒，这是最好的啊，这就是去世之财。因为这个世间呢，
争斗都因为这个财所发生的啊，国与国战，家与家争，人与人斗，这互相啊都是因为这个利啊。你能去世之财，把这个世间的这一切的贵重东西都不要了啊，祈求取足，就是啊一天啊托钵乞食，吃饱了就算了啊，祈求去托钵乞食取足啊，吃完了就够了啊，也不贪了，那么也不多吃啊，日中一食，只是一天吃一餐，树下一曲啊，住的时候啊就在树下住，树下住啊都不超过三曲啊，树下一曲在那个地方住啊，最多不超过三曲，慎勿在意，你谨慎呢，不要再多求了，在意啊就是不要再多求其他的东西了。使人愚蔽者是啊，使人呢这个愚痴啊好像那个心里啊都生了草了似的啊，被草啊石头给压住了，愚蔽愚痴啊，蒙蔽，这个蔽啊就好像这个太阳光啊被这个什么云给遮上了一样，给蔽住了。什么呢？爱与欲也，就是这个爱和这个欲，就叫你愚痴啊。你说你不愚痴吗？你要不愚痴，为什么啊你受了戒还要犯戒啊？你要不愚痴，为什么啊一切不应该做的事情都要去做去？就因为啊这个爱和这个欲，这个爱也看不破，欲也放不下啊，因为你看不破放不下，所以就不得到自在，你要看得破放得下就得到自在了，得到自在啊，那时候无忧无虑，无烦无恼啊，什么都是很好的啊，什么都没有什么问题啊，也可以说是安抚性 OK 了。佛言：众生以十事为善，以十事为恶，何等为十？身三，口四，意三。身三者，杀盗淫；口四者，两舌恶口、谎言、绮语；意三者，忌秽痴。若是十事不顺圣道，名十恶横。是恶绕指，名十善横耳。佛言：佛说了，众生啊，以十事为善，有十种事啊是众生啊可以做善事的，以十事为恶，那么虽然可以做善事，如果你做的不对，就啊变成恶事了，你做的对了就是善事，做的不对就是恶事了。何等为十？这十种都是什么呢？身三，身有三种；口有四种；意有三种。身三者，身呢，这三样是什么呢？就杀盗淫。什么叫杀呢？杀就是啊，断绝物命，就是把这个其他的有生命的东西给断绝了生命，这叫杀。道怎么叫道呢？就是啊不愚而取，因为道
这个东西你没有得到人家许可，你就把它拿走了，这就是盗。这个淫，淫就是啊，男女交会，男女啊，这互相行淫，淫欲的横，啊，起了这个性行为，这叫淫。口有四，口四者。头四种的是什么呢？就是两舌。两舌呢并不是一个人生两个舌头，他是说两种话。对张三呢就说李四，对李四又讲张三，那么两头舌。阿口，阿口啊就是骂力，咒诅，咒诅骂力，就是说人家的坏话，的恶口。妄言呢，就是打妄语，说出来不实在的话。绮语，绮语啊，就是说这一些个没有意义的话，啊，有这个。轻薄呀，很不正当的这种邪知邪见的话，就是讲这些个邪知邪见的话，不正当的话，这都叫绮语。意三者，意有三种的是什么呢？就是忌讳吃，忌就是妒忌，妒忌呢就是不愿意他好，人家要好了就生了一种妒忌心。嗔，嗔就嗔恚，骄慢怀恨，这都是嗔，嗔恚，嗔恚，残忍暴力，这都是嗔恚。迟就是愚痴，愚痴呢对于事理他分别不清楚，所以叫愚痴。入世时事，像前面这个事啊，不顺圣道，要不遵循着圣道，不照着这个善道去做去，名十恶横，这叫十种恶横。是恶要止，这十种恶要止了，要停止了，名实善恨，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嫉妒，不嗔恚，不愚痴，不恶口，不两舌，不绮语，不妄言，这叫实善恨耳。佛言：人有众过而不自悔，正习其心，醉来复身，入水归寒，见成深广。让人有过自觉之非，改恶行善，罪自消灭，入病得汗，见有全损耳。前面所讲的这是第四章，前面那一段文，第四章呢是说的这个善恶无性。你做善做恶，就好像啊这个手掌啊怎么反掌那么容易，随你自己啊去做去。这一段文呢是第五章，第五章啊，是劝勉人呢有过能改，改过自新。你有过要不能改呀，那过是永远存在的，你要能改过自新，那罪就消灭了，就没有了。所以说佛言，佛又说了，
人有众过，这个众过呀，就包括所有一切的过失，一切的罪过，而不自悔。你有什么罪过，自己要不改悔，你自己呀，还呀，福慧过失，就是啊，掩藏着自己的过错，把自己呀这过错遮盖起来，不叫人看见，不叫人知道，这叫不知而不自悔，自己不知道忏悔，顿喜其心，你呀，不知道忏悔，你顿然呢，把这个心呢，就停止了，停止，没有这个改过这个心，把这个改过这个心呢，顿然停止了。罪来复身，你不停止改过这个心呢，等你这个罪来到你这个身上的时候，入水归海，就好像那个水呀，小水流入大海一样，渐成深广，渐渐的那个小过也变成大过了，小罪也变成大罪了，轻的业障也变成重的业障了，所以啊，就渐成深广。要人有过，假设要人呢能有过，你能啊弥天大罪，一悔便消，你就罪业有天那么大，这叫弥天大罪，你罪业有天那么大，和天一样的大，你要是能忏悔，这就消灭了，没有了。自己知非，你要不自己呀来忏悔，自己呀把它改开呀，这个罪业，这个结业要不改开，知道自己的错误，改恶行善，你改呀这个恶，种种的恶横变成了善横，改恶行善，做这个善事，罪自消灭，你要能改过自新呢，那罪孽就消灭，就没有了。入病得汗，就像什么呢，就好像啊你有病的时候出了一身汗，这个病就好了。见有全损耳，你渐渐的就会啊这个病就痊愈了，就会好了。慢慢的这个病啊就都没有了。